哎呀，这个小炮 AD 什么东西啊？把对面下路给虐昏，兄弟！服了，他妈泽拉斯 AD 中单小炮，什么分配呢？这是，我还带了魔抗，速战速决吧。对面这摇摆的有点夸张啊！一级学艺，蓝刀创始人，废了。 不能说坐牢，想体验坐牢效果的，大伙可以一级学艺，全是享受。他们活不长了。 到够了没 ？OK， 一级学艺，两波兵，18个兵，压他2个刀，这就是补刀的基本功啊！我不敢想象，我压他2刀，好，黑一下，黑一下，舒服了，真是可怜，哎。 开始坐牢吧，小胖。谁带坐牢？我不知道。点啥问号呢？压他8个刀了，9个刀，Q W 触发。 被动，哎，蓄着气给一下，跳上来试试，你敢跳不？往后退，往前走，往后退 ，OK， 放弃了是吗？他要避了，他再不避，他真要死。让他避吧，避了我们去抓剑圣。蜘蛛好像双核线，哎，那算了。 剑圣知道他在上野区的，这压力这么大，兄弟，4比2了。 先拉开一个分享，哎，回头反打，兄弟们不用着急，不用慌，一点都不慌。这啥东西啊？兄弟，这不连中打5个双招，然后呢？完了，牢底坐穿。 猪猪拿2个头，别着急啊！哇，他们全带压力打野，压力很大，看着。亏的最多的是我，我交了个双招啊！ 我都没说话，其他人说话了，想不到，什么段位大师啊？我从不妥协，没办法，这段位是这样的，冲，打，干，我在。 啊，不用怕。
哇，哎，死了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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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了一个没中是吧？纯靠平A。哎，泽拉斯600啊，交给你们了，我会去吃兵了。这应该是稳了，他这个，这要能不被越，我只能说那就太高了。没道理不被越的。闪现也打出来了，对不？ 不是钻石吗？我上把都排七八个大师，好像是。这把都是钻石吗？真的假的？怎么是？主播赢一把，把隐藏分打没了？按照这个原理，应该是赢了隐藏分变高，排的越来越高。 这咱就不懂，这个咱倒没注意，因为我 WeGame 已经现在登的别的 WeGame， 看不到段位，快走，快走，兄弟们，炮去了。OK， 这都能跑，奔驰，复活，先等等，翻下去直接逮到他。 潇洒的说：“哎，这不打先锋吗？1000多血，5个人啊，对面。啊，杀小炮啊，不杀小炮会被收割的。” 哦呀，飞得好高！我操，这里怎么有个人？闪现进去，我操，这一波他叫什么，兄弟们？ 不是闪现进去不是个小炮吗？为什么草里是个剑圣啊？这波有一个词语很符合这一波这个场景，兄弟们，什么来着？兄弟们，偷梁换柱，我操！但我四个助攻我也接受不了，吐了。不是啊。 怎么还玩36G呀？我操，《孙子兵法》没少看。只有傻瓜。你们要这样的话，我金海刀哥就要出动了。帽子戏法，哈哈。OK。 你还点出你的3900的余额？
哥们。不要妨碍我。本来被你 K 这么多头我就烦，你还秀出来，臭不要脸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他还在秀。我不建议是算了吧，是吧？我都没大要怎么打呢？一刀不？OK， 雨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这一波开张了，开张了。无处可藏。追一下 W 出发枪位，走位接着断，闪追波，追过来 ，Q A 一下一个 W 一个大刀接着断一个平 A， 拉扯拉扯等 CD， 翻过去突然一个 Q， 哎，就是拉扯就是美，你以为我会狂追吗兄弟？虽然追过去一刀就没，但他的大刀会把我推走。我们等 CD， 突然一个翻墙高移动速度一个 Q 点收下人头。很明显可以看出来，我 Q 过去的空中，他已经大的手势已经放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只是我跑得太快了，思路要清晰。没睡着的兄弟，这波不扣不了哦。我操，这么艰难的开局全是助攻，打工皇帝这把要人头只能单杀，太难了。睡着了什么意思啊？今天睡得比平时格外的早。也是啊，今天这排队有的时候太久了，有一两把排队十几二十分钟的，我都困了。要不是主播为了直播狂喝这个冰美式，早我早就睡了啊。蜘蛛，你拿十个头什么发挥啊？这是。一个阿过来接二段，一个平 A， 一个 W 收下。全是欢呼，无处可藏。哦，爽飞了！哔哔哔哔哔！维桑提先出反甲，我操！有点变态的组装，出来一直封刃吧。因为我出的 CD 鞋，如果是水银鞋的话，就可以先出爪刀或者功率猿虎，先出 CD 鞋，那就可以先出一个黄装，
啊 ，CD 弱35，给我一个 W 触发相位，推过去一个平 A， 再一个 AQ， 得 ，Nice， 从刚才的1-1-6，兄弟们打到现在5-1-6 ，W 一下，护卫拉一下刀，等一下 CD， 大招不要让他阿出来，等 CD W Q A 走位接着断，就是拉扯，就是美，为什么打通？这种英雄啊，要带这种相位拉扯，就是如此。各种位移，各种跑，我们加速他跑不过我，拉扯麻了。现在我的状态不好，这波队友的龙团我是去不了的，点一下信心，信下的听天由命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哇，剑士还这么肥呀、啊？不是。那人头你们疯狂拿，打团的时候狂 K 是吧？现在发挥出什么作用了？我从不妥协。2A 触发相位，坏啦！剑圣要成 boss 了。OK， 蜘蛛去送了，剑圣应该还没回，兄弟，他可能都在你后面哦。去挂机。中队伍来说，好，可以，很有威压的一句话。我来，哎，没人吃兵吗？那我来。小心啊，他可能可以砍你的。我去啊！不是吧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我记得你10-1的兄弟，怎么？哇！我靠，他卖装备了，刚才。现在我要多抓几个单，不然的话打团5B我打不赢。哎 ，Q 闪 A 控死，找到机会了。大招，哎，追过去 ，W 回头，接二段，马台，走一下，哎，他这应该是瞄不到我这里吧？我这个位置是别的位置啊，不可能找得到我的。我这助攻全是配合他们拿的，兄弟，我这人头是全是靠抓单拿的，这打团拿着人头怎么开送了？现在我的使命还是得去抓单，抓单成功与否不妥协，听天由命。但他们这个拿了打团配合拿的人头，这个搞成这样有点搞。还记得我的战绩不？我1-1-6。
大师局真的少打，兄弟们。再打大龙，我操，好变态啊！狂拿这么多人头，刚才还亮了一个3900块钱，不 C 就算了，现在还背刺我们是吧？无处可藏。啊？夸张了有点。舒服了，这不交了几个闪，对面我忘了，快跑，挺危险，兄弟，我能翻墙跑，你跑不了。为什么拿了最多的人头，兄弟，你搞这些？他刚才可是10-1啊！突然就开始了10-7了，现在我没懂。怎么说？来找好了。哎，追得到我，你追得到我，追得到我。哇哎！快跑！哎，有果实 ，nice。哇、哦，还行。带热的。控制。大刀，丢闪 A， 往前一个翻墙，哎，回头 W。nice 啊，还有个剑圣，还有个剑圣，我操，剑圣来了，来兄弟，他敢追，红度 W 直接狂打，这不是个机会，哎，红度 W 呢，屌了吗，一定他顶着红度 W， 那也没办法，顶着红度 W 杀了，这是死局，没事，我有大兄弟，放心，他们有 TP 我也能活。不慌 ，W 一个大招，靠近一个 AQS 啊！
死了就死了，怎么还甩甩子儿呢？你怎么？极限了，不过不要紧。小炮再怎么样，他都只是被我切割的一个人。我操，从一杠一杠五，兄弟们，逐个击破，抓到14-3-13。什么叫抓单英雄？这就叫抓单英雄，兄弟们。我们这个英雄不是在于队友的配合，而是在于我们一个人去抓对面的边路线，各种抓单，这个叫做创造机会啊。不过也有点难，这队友这狂送对面的装备也这么好，我属于是刀尖舔血，真的是刀尖舔血，极限了，27分钟。他们很容易杀我，我得在他们这种高爆发的情况下把他们杀掉。杀一个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兄弟，别着急。啊！哥，刷新大刀。哎，先拉开 W 一下，走位。哎，走位，走位。nice， 又找到几分了。WQ 啊 ，nice 啊，巨爆！举报10-1开局，自己给了几次机会就算了，还开摆，我们偷大龙你还给对面说是吧？啊！